各位贵宾乘来趟古城之旅。起点从古城三王铜像开始，往清迈古城西门处出发，由远而近的观看清迈著名寺庙之一的帕行寺。经过古城的西门、花园门，顺着护城河往南方向前进，到达城堡区停车拍照或品尝水果，再经过南门、清迈南门传统市场，再次进入古城，到达大塔寺参观，再顺着往东门的道路前进，经过东门广场，离开护城河城内，到达传统水果街，顺着滨河到达滨河大桥，结束精彩的市区观光之旅。哦，双龙寺含缆车为素贴山上著名的佛教避暑圣地，此庙坐落在海拔1053公尺的高山上，是一座由白象选址、皇室建造、充满传奇色彩的庙宇。传说有位锡兰高僧带了几颗佛舍利到泰国，高僧们为了怕让人抢走，便决定将舍利放在白象上，由白象选择一处可以建寺供奉舍利的福地。白象随意游荡，便在双龙寺的现址趴下，人们就建了舍利塔。又由于山路两旁有两只金龙守护，所以叫双龙寺。哦，备注：素铁山双龙寺每逢周末及泰国假日，上山道路常设有交通管制哨，游览车不得上山，团体若有于周末或国定假日上山参观游览，需改乘坐泰国独有双排车上山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。夜间动物园园区共分为兰纳村、天鹅湖区、萨凡纳萨法里、徒步冒险区与肉食性动物区。哦，进入园区可先从入口的兰纳村展开动物园之旅，除了有请到非洲建筑师打造融合泰北传统与现代的大厅、餐厅之外，也可以看到许多泰国神话中的动物雕塑。哦，19点才开始行驶的游园车才是重头戏，在黑暗山区中规划各种动物区域，以感应式灯光让游客们能够以较近的距离地观察狮子、老虎、土狼等，而温驯的斑马、羚羊或鸵鸟则会随时出现在车子旁边，仿佛一伸手就可触碰。哦哦，餐食早餐饭店内用午餐泰式风味餐 B， 晚餐黑森林风味餐 B， 住宿老城区阿莫拉塔奥泰尔奇梅或 IMPERIALMAEPINGHOTEL 或同级30分之10。二，IWAROROMARKET 瓦洛洛传统市场波浪福清迈机场桃园。哦，清迈最大 WAROROMARKET 传统观光市场，已有百年历史的 WAROROMARKET。 哦，位于老城区东边。人说到了一个国家，如果要了解当地人文生活习惯，去到市集你就可以明白。哦， WARORO 市场汇集龙眼市场、中国城市集，是一个挖宝加闲逛两相宜的道地泰国市集。哦，道地小吃、水果、干货、伴手礼应有尽有。哦，白天和夜晚都一样热闹。哦，餐食早餐饭店内用午餐机上餐食晚餐，温暖的家住宿，温暖的家。哦，参考报价2018年10月26日五出发，参考报价 JOINTOUR。 哦，费用包含一，以上费用包含一，交通桃园、清迈、长荣航空直飞来回机票及两地马机场费。哦，二，行程表列之景点、门票、餐饮、交通、住宿，全程二人一室，如需单人住宿，需补单人房差。哦。